其实看我在跑步，跑得很爽，然后主要就是很酸，所以你现在把自己描写一下，对，你在跑步，你脸上有什么表情，手做哪些动作，然后你有什么比较特别的？你刚才如果说李念在跑步，三你在跑步，庄宇在跑步，潘正在跑步，庞大跑步差不多吧？风耀光跑步，看你在跑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好，风耀光会吐口水，然后家庭会边跑边放屁，啊，所以看一下，对，说，我想要写出特别一点，如果我头部一直大，头部一直大，我就写哦，我在跑步，我跑得很认真，我跑第一名，然后家庭也写，我在跑步，我跑很认真，跑第一名，这样人家会看得出来吗？不会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我要大家考虑，我要怎么写才会比较特别一点。好，可是我就以通要创立好，这个图来当例子。好，第一个，你是用哪一只手的啊？接力板。左手、右手、双手。看到，边跑边自杀这样子。好，不管用左手还右手都无所谓。好，那个。你是可以写我用，啊，我用左手啊，我用左手，啊，接力棒，双手紧握，什么颜色接力棒？白色。这个啊？白色。我们学校有没有白色接力棒？有，白色，白色，白色，好，这个叫做人。我买了一个，你想一下，你拿接力棒的时候你选什么颜色，你就把它写掉，好，就拿着接力棒，然后你会做什么事情？你在做什么事情？流汗。我在流汗，这样子，我在流汗。你是可以用一些譬喻法或一些夸张的方式来表达。我举个例子，好，我们念一下这个范例，好了。在第一个，讲个不停的闹钟声，从桌上伸出一只手，把我的右耳拉得好痛。明明就是闹钟，砰，这样子，哇，那个砰的声音响起来，是有只手这样子。伸过来，等待一下，好的，把它拉起来。对，所以你是可以想象那个汗从哪边跑出来的？那汗从哪边跑的？脑系统，嗯，你的自然脑子要怎么样？健康脑子要怎么样？有没有夸张一点的？你的汗从哪边跑出来？屁股。拉肚子吧，眼睛，你的汗从眼睛跑出来，鼻子，所以呢，鼻涕就是你的眼泪。好吧，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哎，那个汗是从哪冒出来的？我感觉啊，我跑得快受不了，从我的心脏冒出来的，可以吗？我觉得跑得快受不了，我脑袋快爆炸，就是从我的脑袋里面喷出来的。而且是冲出来的，太热了，太热了，因为脑袋快烧坏了。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写，我手里拿着，左手拿着，金黄色，不要讲黑色的接力棒，接力棒，然后双手不停的摆动，嘴巴不停的吐口水，我这样，只要不停的喘气，这样子。怎么写？我写嘴巴不停的，有没有很自然一样的？一个口一个响。这什么？这个是什么响的？一个口一个响。一个口一个响。哦，真的很。哎，可以了，不是尖叫，不用这样子。风耀光，左手拿着黑色的皮带，双手不停反动，我不停反动，然后嘴巴一直哼，然后头上的汗，头上的汗从哪里冒喷发出来？屁股呀，很恶心的，我连起了，还要说这种死人笑话，从哪里跑出来？从不停跳动的心脏那边喷发出来，看到没有？好吧。
这样子事就完成，我在做我自己，然后我不停的大步向前，准备把接力棒交给我心爱的。好，我亲爱的，你可以享用。好，这样子是完成第二段，写自己在做什么。我把我。